小客车操作不当，与超罐车发生碰撞，导致超罐车撞击内侧护栏而起火燃烧。经查证，自小客车驾驶为无照驾驶。通车是不是？通车。现在在车上吗？在车上，我驾驶那边。喂，那个驾驶人出来了，只是有受伤，要等下要就医。对，内侧空车，外侧是小姐。你有撞到？然后内侧是空车啦，但是里面是载原本是载盐酸。到了之后就熄火了。你到的时候我看到熄火。那个在那烧掉了。那有人受困？能够出来，有受伤可以能够出来。我是烧前面还是后面？车头啦。操作不当，与超罐车发生碰撞，导致超罐车撞击内侧护栏而起火燃烧。经查证，自小客车驾驶为无照驾驶。